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到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，多啦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生的爱情也会无人听。阿边上，阿边着行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阿咱在座这网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7138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7138。咱这个电话原是当事人重庆的电话台北公里29777138。来，咱来看这个啦，这个梁根峰哦，新闻梁根峰丢掉啊，丢掉啊，哈哈，来，不问名吹你黄啊。那么陆护法院提高赔偿，来，咱来看内容，这是中央通讯社。台北今日电报道了哈。那么政论节目新闻亮光吼，啊，你来看，大家吼，这名嘴啊，讲到安尼，嘴角安尼全破了了。哦，你来想看嘛。那么进前遭受这个算讲批评，女儿反服务学运，那么两名不管被抹黄，伊的这个女子今日对中天电视提出民事的这个诉讼，求向新台币哇4674。4674万块就对了。那么妇女心地基金会协助两名女性当事人到树林地方法院来地证，
分别提起诉讼，以人格、名誉受损为由，那么向中天电视主持人戴立刚以及节目来宾片花哦，这个片花干拢总拢拢总吼，求偿新台币4674万外元。那么要求道歉，啊，甲恢复名誉啊。哦。那么其中有一名女中现东港乌布西上衣，伊叫做超底，而且个立裤。伊个即个装扮啊，哦，打扮就对。那么根据伊伫咧讲啦，辣妹为虾米袂使穿夜店装去学运呢？那么中天缺乏着尊重，娱乐化呈现伊个即个身体，使用伊个即个相片，进前无甲告知就对啦，无甲讲。无接受中天事后无诚意，也即个道歉嘛。那么新闻梁光峰四日谈论学运也即个议题，那么来宾片花干，啊，甲主持人戴立光也即个言行啊，遭受批有物化女性。摸黄的这个嫌疑啊，抹黄的这个嫌疑啊。那么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用了6000件的这个检举。NCC 委员会认定节目妨害公共秩序，或者是善良的这个风俗。16日对中天裁罚新台币50万元。中天将节目制作人戴立光记大过，吼、哦，你还想？啊，讲到拢嘴甲破了了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并停止这个片花干，也这个通告，你还想？大家哦，若要安尼哦，无中生有啊！敢若吼要趁这个通告费啊！我甲你讲啊，安尼社会吼舞甲乱七八糟。我之前我就讲啊，参像迄个，这个上界突出的都一件，就是红中秋一件啦，对不对？你讲媒体安尼，会使讲一面倒，迄媒体咧报道拢一面倒，啊结果咧，即卖咧。对不对？超几件啊，实在无无啊！阿凤电话伫咧讲啊，到尾啊，就是以行政处分人诶，那尔，啊无其他啊无啊无人甲害啊无人甲虾米嘿啊，对不对？啊你啊看社会舞两个月哦，你甲想，参像咱这个国家，咱这个社会，安舞甲安尼，家庭不宁啊，对不对啦？你诶孙啊，你新闻爱有责任。是不是爱求证啦？爱报失啦？对不对啦？你唔是啊？啊，乱骗乱做安尼啦？是不是安尼？啊，死狗伊讲，啊，我都甲你牵定一下。啊，这个什么啊，公证的这个 case 完就好啊。唔是安尼死啦？我甲你讲，我定定伫咧讲的。你若共批落去，人若知影，安尼就是安尼就走袂去啊咧。伊的名誉就受损啊，你敢知？我定定咧讲，媒体会做人出名，卖害人啊，对不对啦？我定定咧讲，这媒体真厉害啊，是不是安尼先？所以你咧报道，一定爱和社会好诶，啊，甲思考往好诶去甲报道，安尼才对。毋是诶，像安尼样乱做乱咧管诶啊。对不对啦？即马你甲看，什么媒体自由啦？伊阁有什么第四权啊？我常常咧讲哦，伊要甲你报好歹，你就甲你报好歹，就是安尼死安尼，无中生有啊，对不对？
啊，一寡善良的人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就无法度，对不对啦？嘛，唔知要安怎去甲讨回这个公道啊！啊，大家即嘛嘛也好啊，性事属性啊，啊，你甲想看嘛？迄有一寡迄就是安尼啊，啊，车祸啊，啥物啊？迄有诶，拢报道，迄拢毋是安尼生诶，你敢知？对不对啦？好啦，讲到这结束。期待下回，感谢你网络，感谢时间，继续收看阿黄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